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声中的频道。今次我们再来玩回这只游戏 G Generation Causeway。 最主要呢，这一条片想介绍回怎样用一个比较快的途径去入手一些特别的驾驶员。咁分别有两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呢，我哋可以望一望个图鉴资料。咁例如呢一个啦，基拉大和，大家可以见到右下角有一个叫达成条件啦，同埋可达成关卡呢。呢一方面呢，就可以俾大家知道返，哦，原来呢个驾驶员可以喺呢个关卡啦，同埋呢个达成条件而获得呢个驾驶员嘅。又或者阿斯娜咁样啦，有啲达成条件要符合咗先去获得完嘅。而第二个情况係，我连个关卡都未打，咁我又点会有呢个图鉴呢？咁所以呢，好似呢个例子咁啦，由于因为呢个关卡未打呢，咁所以呢部分嘅角色啦都其实未有一个说明获得方法嘅。咁所以大前提，如果大家想获得嗰个角色呢，第一个条件就係要喺嗰个关卡里面呢闯咗一次关，咁先可以开放到个图鉴嘅。如果唔係呢，其实连个达成条件啊，我达成关卡呢，其实所有资料都未提供得到嘅。当然啦，就有啲係会有个达成条件啦，但係就未有嗰个可达成关卡嗰个资料俾咗大家嘅。咁我哋而家可以睇一睇第二个方法，就有两个例子啦。咁大家去望一望呢个例子呢，就係高达 W 嘅第八关。如果大家想要获得呢个米利亚尔特的话啦，咁下面就有一个达成条件，交战咗四次之后再用希罗击败米利亚尔特，咁就可以获得到呢个角色㗎啦。咁所以呢，大家呢每一次入到关卡嘅时候呢，都记得睇下究竟有边啲角色呢大家係可以解到嘅。譬如当达成咗呢个条件呢，大家可以见到左边呢有个已达成任务呢，咁就会去到呢个画面啦。呢个画面就会显示咗你可以获得嘅驾驶员㗎啦。咁大家可以望一望呢一条影片做个参考。君の相手は爆風とは違う。どうなったら戦争にはなら。どこって敵である者を。咁只要达成咗呢啲条件呢，就好快咁获得到你想要嘅角色㗎啦。咁呢一条片呢去到呢度就结束。如果大家鍾意呢一类嘅影片，欢迎喺下面地方留言啦。最紧要订阅本频道。我哋下条片见，拜拜。